第一个叫侧方停车，侧方停车的要求它是一前一后来完成，开始做动作的时候把车往前啊，往前开，车身的右侧以库的边缘线又保持30厘米，防止它往后倒的时候前轮会出现。所以当车开到车尾看不到一号桩的时候，就把方向打到底，打完之后就看左后视镜，在左后视镜一发现四号桩的时候，就把方向回正，继续往后倒，倒到等车头与一号桩相平衡的时候呢，就把方向向左打到底，就接着看车头与整个车库平衡的时候，就把方向回正，并马上停车，就整个过程就完成了。就是性宽门它有个要求，就驾驶人应该驾驶车辆将速度控制到不低于20公里，这个每小时这个速度，将车辆从3个门之间穿越，不得碰杆和擦杆。他这个要求呢，就是从左到右往限宽门穿过去，车辆驾驶时刚过限宽门标杆的时候，迅速向右打一把方向，待车头左脚对准下一限宽门时，限宽门的左杆对正的时候，就把方向回正，并调整穿越过第二个限宽门。从右到左穿越限宽门的时候，车辆驾驶时门光过限宽门标杆的时候，迅速向左打一把方向，待右车头脚对准限宽门右标杆的时候，把方向回正，调整方向，穿过第三个限宽门，这个动作就完成了。第三个，这个单边桥的要求就是用一档，用怠速通过，可用半联动，就平稳从两桥之间过去，就把这个动作完成。下面就做这个单边桥的分解动作啊，我们从这个单边桥这里开始。所以首先把这个车正调整好，看准这个杆左边那个桥，左边要求就是我们左车头角那个大灯处对准单边桥的中心线，就慢慢通过。当车从一桥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在后轮一下来之后呢，后轮下来之后马上啊，就要想要打一圈半方向，打一圈半方向之后，接着去看我们的二桥的中心点与我们车头的中心点三点成一线，慢慢修整方向，就通过二桥啊。在通过二桥的时候，我们车轮不能从桥啊往地下掉下来，掉下来就造成就不合格了，所以这个动作基本上就把这个单边桥这个整个过程就完成了。
角转弯。直角转弯它这个要求呢，就是说在急弯路段能够迅速运用方向，并对车辆的内轮差这个正确判断啊。那下面就把这个直角转弯这个动作来做一遍。当我们把车开到直角转弯这个位置时候，那我们首先要一个制止车身的右侧以弯道的直角弯处要保持在30厘米。所以我们开到转弯的位置大概是在我们的后视镜以转弯处那个交叉点，我们就把方向往左把它打死。打死方向之后呢，就看我们整个路面以车头就是否平衡，就把方向回正，就慢慢通过。第五个就通过连续障碍。通过连续障碍这个有个要求，必须用一档怠速行驶，转动方向盘要快准迅速，对车轮的行驶轨迹和内轮差这个位置判断一定要正确。我们车头首先在1/4的位置要对准1/2号圆饼，就慢慢通过。当我们行驶到把穿过了1号饼之后，我们接着看3号圆饼。看3号圆饼，我们有个目标，首先我们的左前方的挡风玻璃由左下角对到3号圆饼的这位置，我们向左把方向打死。把方向打死之后啊，就看我们的车头右下角啊，车头右下角对准4号圆饼的位置，就又回两把方向，把方向回正。把方向回正之后，这个车辆我们继续行驶啊。行驶之后呢，现在方向已经回正了，那我们接着就看到啊4号饼。当4号饼到我们右挡风玻璃这个右下角以4号圆饼中心线相对的时候，我们迅速把方向往右边打死。打死右方向之后，那我们接着要看5号圆饼了。看5号圆饼，当我们的车头啊，我们的车头左挡风玻璃看到5号圆饼的中心线时，我们要回两把方向。回完之后就等待看左后视镜底部以5号圆饼的中心线为准，就迅速往左把方向打死。打死方向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接着看6号圆饼了。当我们的车头右边对准6号圆饼中心线时，就迅速回两把方向，就圆满地通过6号圆饼，就把整个障碍连续障碍的工序就完成了。就第六个就上坡目标停车。这个目标停车首先我们要有个充分的准备啊，最好就是能够捡到一档再停车。这个停车就有个要求，我们车身的右侧以路面的边缘线要保持在30公分，这30厘米这个范围之内，这个算一个要求就算合格。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目标呢，就
有一个啊要求，就是我们坐的驾驶楼的位置以车头的中心点以目标杆三点成一线啊，这就第二个看位的目标。那第三个呢，停下来就要求标准就以保险杠以中间那个目标线就以目标为准，这也算合格。如果超出前后那就扣分了，那就不合格。所以还有一个方法，就我们以倒车镜的下边缘以目标线就是中间那条黄线啊，眼睛一点同那个倒车镜的下边缘以那个黄线就目标停车目标线为准，这里也是又一个方法啊，就连续都有两个方法，一个看车头，一个看左边倒车镜啊，以黄线这个目标为准，就整个方法就是这么多了。